啊，你手上拿了什么？你一直举着。白保险，白保险，白保险。对，我是白保险，对，大保险，对。你说你之前来过四次，对吗？对，就是来健身嘛。来健身，对，来健身。这第五次你来不是为了健身，你是来退卡的。一是为了退卡，二是也来看看这个现场。啊？你怎么知道这有现场？对，因为说实话，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我来过。啊？我来的时候就他已经没气儿了，就在上面已经吊死了。你11点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店都关了。我就是想找他。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？我有我的方式。好，那这是你的时间线。